主料：豆腐500克，肉馅250克，辅料：葱10克，姜10克，蒜10克，水100毫升，辣酱30克，白糖5克，盐5克，油30毫升，味精2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腐洗净后切成长1厘米方1厘米的小块，肉馅一旁备用。葱姜蒜切末，锅中放油，倒入葱姜蒜，爆香后倒入肉馅，翻炒均匀后倒入豆腐块，浇辣酱白糖，水倒进锅中，小火煮10分钟，放入盐以及味精。烹饪技巧挺简单的，没啥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